2017年10月17号，礼拜二，幸福四川旅行见信自己第四天的行程，早上6点起床，7点15分出发。好，来个早。吃个饭，然后呢，再去逛到沈阳。今天看晚上稍微好一点，明天早上的早餐可能像昨天的。所以今天早上只有一款，就是吃早饭。然后呢，突然